孟捐一亿解心结，和头酒要开拿菲。赞成的37票，反对的23票，一票弃权，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。大家的一亿就是这样，孟捐就被四川省政府了。昨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都即刻出社论 say thank you， 不过实事求是讲啊，内地并不缺一亿港元，话捐钱只是香港人对受灾同胞的情谊，缓解中港之间的一道心结啊。一亿你讲得啱啊，杯水车薪啊，你系表态效忠啫嘛，我哋只唔系讲佢段片喺内地疯传嗰单嘢啦。咁社评警告啊，香港人唔好卷入内地争议，尤其系嗰啲热衷改变内地嘅民主派，叫佢哋清醒啲话。佢哋一定要知道，佢哋绝无可能成为中华社会向前迈进嘅主导性力量。反对孟捐的毛依依批评社论逻辑荒谬，说香港人何德何能触动内地体制啊？闹爆大陆，叫人捐钱就话血浓于水，不方便嗰阵就叫香港人咪干涉，乜都是他哋讲晒啊！何依依都话今次卷入内地争议的始作俑者是提议孟捐的 CY， 而唔系立法会啊！老规矩，我摆翻几围和头酒。唉，呢餐解心结嘅和头酒啊，真系贵啦。反正人家都讲明唔缺水，下次送几盒金沙算啦，都系心意啫。酒浓于水啊，拉 fit 啊，几万蚊一支啊。不过中国红十字会啲丑闻都拖累到香港红十字会筹款噶。咁佢哋截至前日收到12000捐款，远少过5年前为汶川筹到嘅13亿。话唔会同中国红会斩缆，但就算合作，都会要求对方开独立账户，确保唔会浪费香港人嘅一分一毫。